两人的自拍在朋友圈暴晒，我不是故意偷听到你们的对白。你这个没有咔嚓的声音哎。长路奉献给远方，长路奉献给远方，玫瑰奉献给爱情，玫瑰奉献给爱情。在这个善变的世界，我想和你看一看永远。我的爱人，风里已经开始有春天的味道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想遇见你。真正的爱情是跟一个关心你的人在一起，这个人可以让你表达内心的感受，在他身边你会觉得自由自在的谈任何事情。那我现在觉得最自由自在在你身边躺稳的感觉，这就是爱吗？你能遇见很多人，但你只能遇见一个我。